台湾县办公的拜托，第一站就来台湾首尔，请到咱台湾省的官方表示感谢，那真的感谢。我今日，我也当跟咱报告话，总统爱上荷兰以后，就正经话总统来跟台湾讲，台湾总统就是台湾市长以后，我也来做行政长，尤其是台湾市长来台湾。每一单的贵，也是你的主席，也是重大的责任。那所以就要上面，一旦对比咱这大家人，对咱认同，啊，今日天晚以来的继续的改善，一定会继续怀抱着永恒上面对苍生的慈悲为怀，将上面含义无化为细节含量，来帮咱这建筑也好，咱的社会也好。做更大、更安全的公益，啊，最后我嘛要代表台湾首尔感谢马总统，啊，感谢各位长辈的代表，感谢感谢，啊，来来来来。天大祈福，来祈求上苍保佑啊！天佑台湾，天佑台湾。咱知影，大总统过去担任市长的时阵，拄只啊，当时你有讲起着，一直来天大。啊，选举总统的时阵，嘛是甲天大当作第一站。然后总统当选了后，十天内就来天大迎完。啊，即马过来天大，接着来进殿吼，啊，来啊为。万民祈福，这个变化叫择一万方。当然，永上的大天尊啊，择一万方。咱的总统是为咱社会的百姓来服务，也是为万方来服务。所以，才感谢个总统，会当传了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一路。哦，而且祝福咱今日活动圆满，成功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多谢来，谢谢。就上午刚才领过一单干事，台南市大马长黄伟哲市长，啊，你们平镇团队，另外呢，咱林俊贤来平会和平武老会员各位立委，以及台南市议会副议长各位议员、各位议长哈，啊，咱各乡庙干事长诸位啊代表，各位县长进入正台的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。新官人就怀疑啊，弟弟在平安路，阿那个老师在台北市，啊，阿路大哥，阿我心情健康满意，阿路啊，是咱厝长你讲，你甲我说多谢，其实啦，应该讲多谢的人是我，我先从一个中甲大家说多谢，感谢大家。今日来进来啊，进来咱台南来到天大向大家见面，主要啊有三个工作，第一呢就是要来叩谢神明，啊同时要来感谢咱各宗庙啊所服侍的主神，以及咱所有的人情，长久以来对这个来听受甲支持，啊特别是这边2024年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。新国吼，咱永丰上特别为新村台北新通好面，同时也感谢咱台南市市民台北支持，不只是好清的啦，高票当选总统，22个县市内底台南市清的票就最高票一票，新竹也新国当选，最有实力，最有实力吼，大家努力开开心，大家没事就这样子。今仔日这个在来平乡是为台湾祈福，啊，咱为咱台湾祈福啦。因为咱看到这个2016年吼，2016年12月2日，台湾是发生大地啦。2018年12月7日，花莲发生大地啦。今年4月13日。
结果我来搁发生地震，啊，日本也发生地震，啊，另外风灾啊，吼、哦，咱今年嘛有一个相对这个莫拉哥台风同款激素的风灾是吧？所以亲爱的，特别来到屏华台湾的信用中心祈求啦吼，咱仰望上帝，以及咱台湾市国中央主席吼，会当躲避，予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咱台人素食无灾，八节有庆，所有的善人信徒，大家大家平安，大家大赚钱，大家好唔好？好。今仔日啊是来庆典，啊，来庆典，因为今日啊新任总统，啊新任总统，出新台人，对台人一切如风，对台人全体市民，政府以来对这个来支持，有真心的感情。这是咱天华是台湾的信用中心哈、哦，所以我特别代表人民来献礼哈，给披板风啊哈，彰显天华玉皇上帝神威天庭高立万民啊，大家掌声就。那么国强庙的新村新里买单简单些些，吼，大家共同保庇台湾这个土地。另外，我几项代志要甲大家报告，吼。第一呢，今天大家掌声给咱黄伟哲市长、副市长带来这个欢迎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啊，你们要注意着，这个刚才新闻，这个 AMD 啊。吼、哦，苏志峰咱台南人啦，因老爸苏春怀先生，啊，伊这个查某囝哇，实在是足好个，国际级的科技人才，已经宣布吼，伊的研发中心要转为咱台南的，啊，大家好。AMD 研发中心在咱台南，对咱台南未来发展一定是真好。另外，大家要注意着嘛，咱台南市吼，这个啊，朱兰区啊，包括朱区，这个红海吼，啊，就是伟创啊，厂房这阵啊，大家收钱起，这已经决定。别来台南加码投资啊，他家家都有。别来想看卖哦，咱大家想看卖，咱新市科学园按东山啊，从东山开始去争取着。迄个时阵，李登辉前总统主政吼，我出去啊，拢伫伫外面，大家拢想讲。应该是高雄啊，无疑无吼，咱台湾大家来拍拼，争取着新市科学园区。兄弟啊，我伫啊做这个区块征收，啊，生活区，啊，互这个发展会更加好。啊，开垦新市科学园区的就是咱，咱这个在。江浙不变，这个科学园区啦，哦，啊，今天啊，接续新竹台积电五纳米、三纳米来到台湾，啊，起码伊先一个 CoWoS， 哦，封装测试，已经买着群创科技的厂房，发准备来台湾。我们是新竹科学园区的选区的地位啦，哦。伊咱叫上总统啊，终身主流啦。伊六年变660亿，一年110亿啦。蔡英文总统上任，前瞻基础建设，继续搁提出。好、哦，咱感谢各位立委的支持哈。今年咱台湾提出的预算就是100亿，上盖国家。所以今天啊吼，本来咱台南。把咱各位部落的乡亲是话好，啊，就是讲，请过来继续提水。
哦，咱台南哦，全台湾都会当愈来愈安全，面对气候变迁，加油，赞成啊！好，再来啊！时间的关系，我卖讲上久，我咧就叫天气预报，天气话迄个会讲的哦，三个人讲会煞。我搁讲一下，因为新人出新题材，啊，我对面新来卖的服务，后来的新人卖的服务，我伫遐咧想讲，新人有机会会当入总统，相对于台总统，我会当另外搁做啥物贡献，哦，啊来服务咱台湾人民。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就是讲我应该要结合体育、社会各界来打造健康台湾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伫总统府成立一个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，啊，嘛有编的医生啊，有编的医生，吼、哦。大概今年迄个贵妇部的医生加300位耶。啊，另外咱包括健康台湾的医生，因为我是伫贵妇部的，是伫遐部的，加起来有800位耶。另外，咱最近吼也来推动。体育啊，甲运动发展部，就是要来推广全民运动，让大家身体会当健康。另外，搁来发动这个运动产业，啊嘛要来帮忙运动选手，伫国际舞台上会当有更好发挥。啊，咱共同来打拼，让台湾会当安尼愈来愈好。愈来愈进步，愈来愈健康，愈来愈进入国际社会，重视甲支持，大家好，好。各位现场贵宾，我们妙方呢，在活动结束有为大家准备简单的餐盒，还有一份小小的纪念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份纪念品，谢谢。那叶老板。